香港嚟。揸住咩股票啊？你投资系咩啊 ？Sorry， 咪睇呢班中环丽人急急脚咁走啊！佢哋当中分分钟暗藏投资高手。今集局部性地区测试，一于问下佢哋有咩好投资。基金嗰啲咯，我真系唔识啊。都是買一些 IPO 嗰啲，但我想 IPO 我很多時都是很快就放的。買 Tesla， 都其實都是朋友叫我買，我就買少少嘅啫。佢冇同我講要放。你都賺咗好多。我買唔買啊？係賺咗好多驚訝啊 ！Cash best investment， yeah， make investment in yourself。做咩啊？喂，好个投资，玩个物业，实际啲咯，系啦，而家要稳定啊嘛，而家。斌仔话揸 cash is the king。你系有钱女嚟噶？我梗唔系啦，有钱女点会出现喺呢度啊，大佬？因为我已经有钱啦。你有钱啊？佢好有钱噶，佢要有钱咪唔使炒。不过不是个个都好似呢位先生咁系有钱人噶，但系如果真系有咁大笔钱，点投资好呢？会买啲基金嘅，因为自己始终冇咩时间去真系 monitor 啲股票。可能楼咯，买楼咯。如果我有好大嚿钱，但可惜我冇。买表咯，系嗰啲。投一啲初创嘅科技公司嗰啲咯。投资自己嘅脑袋，系啊。跌得紧要嗰啲咩 Nvidia 嗰啲啊，都可以，即系呢个时间都有机会可以少少玩下嘅。Idea。Stay short term, don't speculate too much. Prepare for a recession. 诶，呢班中环人好似有个共通点喎。有冇听过我哋公司啊？富图又有。哦，有啊有啊，我有用。佢又系用富图。一下爆啊！哎呀 ，I do. Can you show us? I use your app. Yeah. 佢又系用富图喎。富图用家梗有一个在做紧，全因每三个香港人就有一个用紧。你问点解佢哋都用富图？似你哋公司系比较平嘅一间咯。因为朋友介绍，佢话依个平咯，佢同我讲啲手续费平。同埋拣，即系佢好容易入手嘅，咁所以就 download 嚟玩下。玩嗰个模拟交易咯。呢个系你第一个股票 apps。系啊系啊。喜欢我们拍这类片的朋友记得订阅赞好，还要留言给我们拍多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